的名字就叫做清水吧？对，啊、不是啊。名字叫什么？他是红，他是以前的红主任。红蜻蜓。你们知道红蜻蜓吗？不知道。你们知不知道小虎队？那你们知不知道五五六六？他很大声，你说我叫什么名字？再讲一次。王什么？王仁什么？王仁甫啊！各位，让老师来教你们一个国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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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哎，说文解字的时间到了。这个字怎么念？你们听起来，你们念的是正确的发音是“发”。五五，哎，对，所以是怎么念？五五，你写在上面好像是五，王仁甫方五五，是甫甫，可以吗？我们再来一次，一二。